第二十二题，氧的元素符号是 O， 下列对 O2 与 2O 的叙述何者正确？这是老师上课举过的例子，强调过的重点。老师是以氢为举例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然后 O2 代表的是一个氧分子， 2O 代表的是两个氧原子。因此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对 O2 与 2O 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前者表示一个氧分子，后者代表两个氧原子。